按理来说我的第一次奥运会特别特别的紧张，但是当我站在出发台上看到每一个朋友家人还有我的祖国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紧张的，就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我最好的表现，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我是特别特别享受这个比赛，包括明天也是一样，我会去更加专注的去完成我的动作，但是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杂念，就是玩得开心，享受比赛，然后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国争光就好了。